来，我们来开箱吃蜡笔小新饼干吧。你打开吧，还是我打开？这个打不开，我打开，等我一下。给你，我帮你打开一点点，一小个洞了，你可以把它撕开了。你要两边这样子抓着。那我们一起拔河吧。好，你抓一边，我抓一边。好，可以了。来，它里面的饼干不多、哦，就这样少少的而已。OK。就给蚂蚁吃。没有啦，我们自己吃，快点，你吃。好。来，你给我一个，我吃看看。好吃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没吃啊，我吃一个了、哦，谢谢。蛮好吃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蛮好吃的，你不吃我吃好了。嗯，好吃。来。好像卡比曼的味道。是啊、哦。再吃一个，其他都给你了。谢谢你。